你的小妹。小妹，你马结果，小水水结果。啊！妈妈，这是你俩头几啊？十呢？我打算去买球壳，我哥可以。是啦，没你那的球壳啊，就是俺亲。就是俺亲，小奶奶，妈妈都要投敌了，哥哥来你找哥哥哈。啊。小奶哥哥，你瞅着现在。啊。小奶，你才帮俺，你打过回球了的。俺这小妹出门了。啊。哥哥问你。我也戴上，我也太热了。我这里有五块钱，我的头发长，让我带着小妹去剪头发。在，小妹，在。哇！来，管你那一头点。老板，我要理发。哎，怎么没在？老板，哎，不知道老板他去哪里了。本来说要帅帅的整一个造型。小妹，你等着哥哥。不要理发，等一下老板咳一下就来了。妞妞，你帮我理一个帅气的发色。好的。开始理发了。小妹，你等着哥哥好不好？理了发都还要洗头。五元，五元，可以了，小胖姐。好，我要去了。拜拜。拜拜。好，拜拜。理的话就是凉快，带着小麦回家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燕。
刚刚起床，小叶、默默、二宝还在熟睡，回来了两天，今天又要去县城上班了。收下我的电脑。因为电脑每天都要发视频，去到哪里都要带着它。我们是8:30上班，现在7:00可以出发了。来到县城了，今天又是我一个人上班，感觉每次回家吃上来就只有我一个人，又要到下午5:30才下班了。一到休息时间过得挺快的，上班感觉太慢了，没办法，为了生活上班。上了一天班，5:30着急下班了，一个人太无聊了，说话的人都没有，光忙。因为小叶回老家，我下班一个人做饭吃又不香，只有去吃个快餐。说实话，我的肚子都饿了，赶紧去找一家吃的。总共打了3个蔬菜，1个肉，哇，够吃了。不知道为什么，可能是他家的快餐便宜，4个菜的花了6块钱，而且是3素1荤。嗯，味道太好了。吃得太饱了，肚子填饱了，回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华姐。今天因为小叶在家里面带孩子，一个人感觉比较无聊，所以说出来我们县城周边的一个山上。听说这后面有一座山，那个山道听说还是有点深的。因为我这个人比较好奇，今天就冒险去看一下。这里有一个亭子，但是门锁着，不能进去，就顺着路往上面爬，一直到山顶。因为这个村子是彝族比较多，所以说你看这个就是他们彝族的字，对于我们汉族来说根本看不到。今天人特别的少，然后气候也不好，无论如何要冒险进洞去看一下。感觉这些地方好偏僻呀，下面这就是他们的村子啊，顺着这里啊山路一直走上去，哇，全部是石阶。说真的，我这个人别的不怕，就是最喜欢冒险。继续往上面爬，好多石阶，越走越高。我爬，我用力的爬，哇，感觉跑一下动了一下，太舒服了。这么多石阶跑都跑不完，哎，快到了，哇哇哇，原来这里就是洞门口，邪武洞，严阵观赏，后果自负。不会吧，这种洞门口是人工建造的，都不能进去，太小看我了。无论如何能不能进去，既然来了还是要进去冒险。跟着我的镜头出发，走。这个里面全部是修好的石阶，路特别的好走，进来好走应该是很安全的。从这里一直下去，你看还是挺深的，哇，才走了200多个台阶我就来到了洞脚。呼，石阶已经走完了，走，好好的去探险冒险看一下。来到这个里面才发现好壮观呀，树也很多，然后都是石头，但是感觉好高呀，哇，感觉我是从洞的上面来到了洞脚，因为是有石阶，所以说我已经安全的来到了这个里面。咦，
这里是不是有一个洞，看着也还是有点深的。哇，感觉今天来的太适合了，我太喜欢这种了。哇，看着这挺深的。哇，这么多石头，太漂亮了，太美丽了。那里应该是有个洞可以进去的，但是为了安全，我还是不下去了，就在上面看一下就可以了。这里过去应该也是还有一个洞的，但是树太深了，藏好的我就不去了。哟哟，哇！你看这里面还有回音，这里还发现了一个洞，然后这里也有，哇，应该是无底洞。哇，应该好深的，哇，见不到底。虽然说过来冒险，但是为了安全，我就不靠近了。万一掉下去，就真的出不来了。这么多，这里还有一个，你看这里面为什么不能进呢？因为是洞太多了。还有说，大洞里面有好多的小洞，而且是特别的深。所以说，我是来这里看一下，欣赏一下就可以了。这么美的洞，一般是要在就是景区那个洞里面才可以见到，但是今天我过来。终于又看到了，今天来的太值了，哇，两边太壮观了，太美丽了，我下次一定还会来。银子工厂的洞别人不能来，而我今天来了。咦，那里是什么？好像是一个人。喂喂，你在那里干什么？喂，说话。来了半个小时都没有进来有人，为什么突然来了？算了，我就走了。太吓人了。这个牌子写的没错，因为你也不知道里面到底是有什么。算了，还是先回家，安全重要。我这个人虽然说喜欢冒险，这次真的被吓到了。